基隆的区间车在第四月台 A 侧爆开了，还没有上车的旅客，请在6至14车的位置上车。准备点24分，往基隆的观车伫第四月台 A 侧要开了。还未上车的旅客，请赶紧上车。18:35，往新竹的区间车预估晚7分。